可这球打得相当的远，打到右半边方向 ，home run。这个球打成的是在右外野方向的高飞球，右外野100号，进球拉出去，左外野方向，生涯的第100号全垒打，陈正贤今晚单场的双脚炮。一垒上的跑者走了，这个球打成了中左外野方向深远的飞球，这个飞球，这一个飞球，陈连宏记录来了。恭喜陈连宏成为中华职棒史上第三位百轰百到千安的选手。哎呀，好球！走啦！挥棒落空，三阵出局，比赛结束。台上在中华职棒生涯当中的第100次的救援成功，第一个球就出手，在二垒方向，二垒手接到球之后穿过一垒，没问题。同时也要恭喜林月平。成为中华职棒史上第一位的本土投手，拿下了100场的救援成功。